嘉庆四年，公元1799年，一代八卦宗师董海川出生于河北省文安县朱家坞村，自幼天生神力，随其叔董献周习武，以正直无勇名于乡里，行侠仗义。海川哥，海川哥，别练了，咱们打猎去吧。打猎，燕儿，燕儿，你这孩子就知道玩，你看人家海川多刻苦。是是是，父亲大人，您就饶了我吧，我怎么敢跟海川哥相比呢？他是练武的奇才，我差远了。好了，海川，你也歇歇吧。你们一起去打猎吧。哎，好，快走快走。哎，嘿嘿，好剑法呀，好兔子。少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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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山沟里也会出现金凤凰。哎呦，真漂亮！这么漂亮的姑娘，来，干什么？跟我回家。你要干什么？跟我回家吧。哎呀，哎，哦。上打我，我喜欢，别过来打我呀。你想干什么？你敬酒是吃罚酒啊。你要干什么？救命啊。跟我回家，跟我回家吧！啊！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把剑给我，走。你过，你过了。哎呦，放了你姑娘。你谁呀？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董海川。你知道我是谁吗？管我的事情。我管你是谁呢？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你们这帮败类，光天化日之下就敢强抢民女，你就是天王老子我也得管你。姓董的，你眼珠子真瞎了，他是当朝吏部尚书胡大人的公子，你哎呦，哎呦，滚，董海川，你给我等着。将你吃不了兜着走，滚，废物，走。姑娘，你没事吧？多谢这位壮士救命之恩。哪里，英雄救美啊，我来迟一步，对不住了。来的一点也不晚，正好这次可多亏二位壮士了，不然我可就嗨，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是我们习武之人应尽的责任。对对对，那姑娘我们告辞了。哎，
海川哥，走吧，我们送他一起回去吧。走吧，走吧。嗯，走了。啊，也好。那，姑娘，我们还是把你平安送到家吧。谢谢。走吧。哎，这就是我家，这是我爷爷。爷爷，这两位啊是我的救命恩人，刚才我在后山采蘑菇的时候，要不是他们，可能我就被坏人抓走了。哦，多谢两位小英雄，敢问二位尊姓大名？前辈，在下董海川，本县名扬武馆董建州就是我师父。啊，在下董应，海川哥是我堂兄，董建州就是晚辈的父亲。啊，你等与董大侠是叔侄师徒，父子师徒喽？正是。雪儿，快去泡茶。好。二位少侠，请里面坐。前辈请。什么董海川？有德！哎，我提拔你做这个总管，可是你怎么管的？你有没有跟那个叫什么董海川的人说，公子是什么门第呀？大妹子，我已经说过了，我说妹夫是当朝的吏部尚书，可人家不听这个呀，什么也不听，听了打得更厉害。哎呦，反了他了，反了他了！你们还知道这个董海川长什么样吗？知道知道，当然知道。你马上派人城里城外的给我找，一定要把这个董海川给我找到。去啊！哎哎哎，走啊，走。夫人，夫人，喊什么喊？喊什么喊呢？什么事儿啊？大呼小叫的。夫人，夫人，我路过昌隆酒楼，发现董海川了。什么？发现他了？是啊，我还知道他是名扬武馆的人呢。那就赶紧抓他呀！少爷，这不能惊动官府啊。为什么呀？没错，就你那点事儿，你好意思说出去啊？有德，哎，你说该怎么办？哎，对了，少爷，那名扬武馆的馆主叫董献忠，也非常了得，更何况还有100多个徒子徒孙，那些人呢，都不是好吃的果子。那合着我这打就白挨了是吧？你听他说。夫人，我听老爷说过，京城萧王爷的府上有很多的武林高手啊，老爷又和萧王爷素有交往。少爷，您这段时间呢正在养伤，我就抓紧时间到京城去一趟，请老爷在萧王爷府上借些武林高手回来，然后咱们啊就把名扬武馆一举给他端了。好，这个办法好。有德，这事儿我就交给你去办了。哎，睁开眼睛吧。哎，挺好看的啊。这个是我亲手做的。送给我的。海川呐、啊、雪莲这孩子命苦，从小就没有了爹娘，自幼和我相依为命。哎，我也没传他多少武功，
有一天我若去了，雪莲，哎，啊，师父，您别这么说。只要有我在一天，我一定照顾好您跟雪莲。山水作证，天地为鉴。天地为鉴，今生你是我唯一爱恋。山水作证，陪你到海角天边。天地为鉴，今生你是我唯一。山水作证，天地为鉴。海川呐、啊，太极拳讲究身体中正，虚灵顶筋，以意领气，以气催功。手眼身法步，精气神力功，十者合一，环抱太极，手分阴阳，身心合一，方达大成。你天资过人，进步神速啊，目前已达七成，不过还要加强内功的修炼。多谢师父指点。武当拳不但有武当太极拳，还有武当形意拳和武当八卦手、武当阴阳八盘掌。九华山碧云观碧云道长是我的师兄，他擅长武当形意拳和八卦手，我的师妹土木谷碧空观碧空师太擅长武当阴阳八盘掌，这几种拳法都是我们武当内家拳的精华所在。你若能将这几种拳法汇于一身，融会贯通，将来必能成为一代武学宗师。我想引荐你到我师兄处学习，那自是不难。只是我那师妹素来与我不睦，若想学习她的武当阴阳八盘掌，怕是难喽。师父，弟子认为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缘分不到也是没办法的事情，不过只要肯努力，一定可以成功。嗯，海川呐、啊，这是武当太极拳拳谱，望你日后勤加参悟，将我们武当之武学发扬光大。夫人，三位英雄已经到了。啊，有劳各位英雄了。三位英雄请自报家门。八部夜行铲猛飞，飞刀神李杰，流星怪杰向云。三位高人，可否让本夫人见识见识你们的本事呢？嘿，三位英雄请呀。哼哈，
这三位的确是高手。哎，是啊，有他们三位相助，免得名扬武馆，指日可待。哎，尤德啊，你好好宴请他们。哎，好。嗯，到满了？哎，不到了，不到了，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是啊，是吧？好，合适啊。哎呦呦呦！哎，几位客官，哎，咱们请到别处吧，本店已经满座了。你瞎眼啊！敢打我们公子爷的大驾，滚开！滚滚滚！哎，来，几位客官，我的官，哎，你们不能吵啊！哎哎，真的已经满座了。哎，几位客官，算了，不理他。是咱们。等会儿，你看你干什么啊？看我的眼睛！你的眼，他本少爷家，是你啊！明年的今日就是你的忌日，给我灭了他！小三啊，快去明阳武馆通知董大师，这会儿出人命啊！好汉不吃眼前亏，再撤吧。爹，师父，婴儿，海川，没事吧？没事。各位大师，小徒给各位惹麻烦了，实在对不住。一切因果皆因缘，恶人出手在先，他们防卫在后，何错之有？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这帮恶徒胆敢再来，
叫他们有来无回。只是对方乃朝廷大员之子，定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必须早做准备才好。杜大师说得不错，忍人让人不是怕人。大师，我想劳烦您明天带海川回您的少林寺，一来可以避开祸端，二来也可让海川静下心来，跟随各位前辈讨教武学。这个主意不错，那就有劳大师了。啊，当得效劳，得因材而教之，不亦乐乎？多谢大师，多谢各位前辈。海川，你回去收拾一下，准备告别爹娘，去吧。嗯，告辞。方恶人竟敢深夜行凶，雪莲，雪莲，师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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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样？这是谁干的？这是谁干的？海川，一伙夜行人抢走了雪莲，快快去救出雪莲，要照顾好他。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哎，少爷，这天都亮了，咱们赶紧回去吧。你担心什么呀？本少爷还怕了他们不成啊？雪莲，少爷，扶我起来！少爷，董海川，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也闯。雪莲，雪莲，
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海川哥！走，站住！把笨蛋追追！臭小子，你再跑啊！没路可跑了。我就不明白，本少爷有什么不好的，你非得跟他？呀！海川哥！杜海川，我的女人你也敢抢，你咋想的呀？雪莲，我再问你一次，跟我走我就放了他。你怕冲突我都没人，你死了我怎么办呢？我死也要跟海川哥在一起。哎呦，我放，放了董海川。雪莲，海川哥，当心！雪莲，海川哥，海川哥，抓紧啊，雪莲，海川哥，抓紧雪莲，海川哥。雪莲，雪莲，海川哥，雪莲，海川，雪莲，我要杀了你！小胡子，跟你同归于尽！洒的一句一言都让我流连忘返，是你让我雪莲
那山水作证天地为鉴。雪莲，山水作证，我儿子死了，我儿子死了。夫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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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夫人，夫人，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同治官府，通缉董海川。我马上去办。我要进京。费心照顾，放心去吧，有我呢。海川，现在官府正在通缉你，你就先到空知大师的寺庙里安身息武吧。一来呢避祸，二来呢也可以在佛前修身养性，也好好的跟空知大师学习南少林的武功绝学。有劳大师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师，世上一切皆因缘，缘起缘落，缘生缘灭。从即日起，你必须学习净化心智，意志坚定，死者已矣，生者皆哀。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多谢大师开示。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爹，爹，官府在外面贴出布告通缉海川哥，我们武馆外面已常有捕快在监视，简直是气死人了。少安勿躁，莹儿啊，心静自然人宁静，举头三尺有神明，公道自在人心。他们如此愚弱百姓，强抢民女，杀人掠夺，迟早会遭报应的。那爹，难道咱们就这样忍气吞声，
眼看白老前辈和雪莲姑娘冤死吗？当然不，我已经派人送信去了四王爷府。我王师弟在四王爷府担任武术总教头，四王爷向来是清正廉明，定能给海川一个清白。嗯，大爷，舒服吗？舒服，舒服。给我抽一口啊！哎呀，老爷，您急什么呢？哎，给我了！哎，干嘛呢？老爷，夫人来了啊！哎，快滚快滚快滚，你叫人家滚哪去了？哎呀，快滚了，快滚呐、啊、哎，来，快快快快快。夫人来了，夫人进京来了，也不派人知会一声啊。屋里什么味儿啊？嘿，刚才抽两口烟味嘛。烟味？我看是骚狐狸的骚味吧。夫人爱开玩笑，明明是烟味，哪里有骚味啊？儿子没跟你们一起来吗？儿子？你永远也见不到你儿子了。为什么呀？他死了。啊？怎么死了？妹夫啊，杀害少爷的人叫董海川。董海川，王教头，依你师兄董大师信中所说，这个董海川不畏豪强，敢于拼死抗争，倒是个血性的汉子。禀王爷，胡家害死白老前辈和他孙女雪莲，反而恶人先告状，正通缉我失职董海川。王教头请放心，本王一定让他们撤销对董海川的通缉。谢谢王爷。董海川，本王记下了。胡大人，本王派人走遍天下给你捉拿这个董海川。多谢王爷。那下官就不打扰王爷了。水难，寒教官，雪教官，情正义更坚，正义心英雄胆，追逐天外天。
的少林金刚功已经修炼成功了，如有机缘和造化，再将武当的阴阳八盘手合二为一修炼成功，那你的内力便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白师傅生前曾经告诉我，太极拳、形意拳、八卦手、阴阳八盘掌皆为武当绝学，尤其是他的大师兄碧云道长内功修为最高。天下武学博大精深，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你当戒骄戒躁，切忌固步自封啊，应博采众长，自成一体，方达武学大成。从你的命相和资质来看，当是前无古人的武学奇才，你若立志开宗创派，必成一代武学宗师啊。大师过奖了，海川一定谨记大师教诲，武道一生。老衲就不留你了。大师，哎，不留你是不误你，再过些日子你便去碧云道长那里继续深造去吧。海川，你到我这儿有几年了？十年了。过往为师十年对你的教导，你的阴阳八盘掌现在已经炉火纯青，足可以独步天下，也算对得起你父亲萧王爷。谢谢师父多年的教诲深恩。去吧，下山去吧，祝你的父王成就大业。师父，我们一起走吧，让徒儿好好孝敬您。为师还有一桩大事未了，等为师把这件东西拿到手，定会向王府效力的。既然如此，徒儿就拜别恩师了。下次再来。哟，客官，来来来，里边请，里边请。来来来，客官，客官，吃点什么？酒肉饭菜，快快拿来。本店今天只剩一块肉了。那全都炒来吧。哎，好好好，哎，谢谢客官。哎，肉全炒了啊。老板，快拿饭菜来。哟，姑娘。本店最后一块肉啊，已经被这个客官给包了。我不管，反正我要吃肉。这怎么好呢？我出五倍价钱。十倍。十五。哟。二十。二十五。三十。三十五。你是不是讨打？哎呦！姑娘。功夫不错，肉我全让给你好了。不吃了，我想你应该有个名字吧。河北文安县董海川。哎，你叫谁啊？肖师傅，请引领我觐见碧云道长。你要想见我们道长，那得先过我这一关。想要进关，先过我这一关。嗯，怎么还要比武过关？师兄没事吧？有人闯关了！有人闯关了！快快快快！站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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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师父，在下董海川，我千里迢迢而来，是专程拜访碧云道长，烦请通报。
别听他乱说，他可能是偷衣馆的同伙。动手！师父，师父，在下武当太极白人杰的弟子董海川，拜见师伯。既然你是白师弟的徒弟，有何为证？我师父突遭奸人所害，并未留下任何凭证。不过他老人家生前曾经很多次提起过师伯，还要我好好的向师伯讨教武学，以弘扬武当功夫作为己任。好。果然是白师弟的弟子，根基不错。多谢师伯手下留情。小燕，这个是我弟子，从小就跟我学功夫了，按照辈分来说他还是你的师姐呢。师姐好。各位师兄，刚才多有冒犯，还请见谅。王爷剑法炉火纯青，格格剑法精妙绝伦，让人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呀、啊！哎，胡大人过奖了。紫云剑法大有长进，你看本王现在都不是他的对手了。阿玛，哎，像那碧空师太是何等人物，名师出高徒。说真的，格格，你也应该把碧空师太借来王府供养，也可以助王爷一臂之力。想必是胡大人还在想为儿子报仇的事儿吧？都十年过去了，还放不下呀？实不相瞒，王爷，此仇不报，下官寝食难安。这些年，本王派细作在全国各地查找，可是天下之大，五湖四海，三山五岳，要想藏几个人来，那还不是容易事儿？下官说句狠话，不杀了董海川，死不瞑目啊！大人，你说你那仇人叫什么？董海川。河北文安县董海川，这人我好像见过。哥哥，你见过董海川？是什么时候？大约半个月前。在哪里？在九华山附近。跟进王爷，立刻派人去追杀他。胡大人稍安勿躁，据说那董海川武艺高强，让本王想想派何人前去为好。谁都不找，派我就好啊。你？我见过他，还和他交过手，我就想打败他。你才回来几天嘛，太辛苦了。哎，回来这几天啊，王府我早待腻了。阿玛，你就派我去嘛。好，你去，你去，记着多带几个高手。谢谢阿玛。谢谢哥哥。禀王爷，萧王爷府派出几大高手，由紫云哥哥带领，听说去九华山追杀一个叫董海川的人。啊，王爷，咱们玉燕哥哥不是在九华山学武吗？不会对哥哥不利吧？马上进宫。是王爷。这老贼贵为皇叔，却在暗地里招兵买马，网罗武林人才，意图谋朝篡位，咱们不得不防啊。皇兄所言极是，故臣请旨带人到九华山，一来监视，二来防范，三来臣还有一己之私难以启齿。哦，你我乃一母所生兄弟，
有什么不好说的？皇兄的侄女玉燕现正在九华山习武，故臣想顺道接她回来。嗯，有理，你顺道将玉燕接回来，多带大内高手乔装以策安全。遵旨。朕再赐你圣旨一道，你需见机行事，行使处置之权。谢皇兄。从现在开始，林道就正式收你为徒，向你传授独家的独门绝技。弟子多谢师父。此乃游身八卦连环掌，一成之后应城强扶弱，除恶扬善，匡扶正义，造福苍生。刚才那个传授武功的人是谁啊？师父该传你内功心法了。师姐过奖了，这些天感谢师姐的关照，而且还教了我这么多武学，谢谢师姐。怎么说呢，如果你真的要感谢我，那你就叫我玉燕可以吗？况且我还比你小。师父，快来拜见你阿妈。阿妈。燕子，我可想死你了。嗯，燕子，没有让你师父少操心吧？哎，呵呵，王爷怎么这么讲啊？格格一向谦虚勤奋，他的功夫还有很大的进步呢。多蒙道长教导有方，本王感谢感谢。你太客气了，太客气了。本王还有一件事情想请问道长，桂冠最近是不是来了一个叫董海川的人？贫道不久前确实收过一个徒弟，他天资聪慧，而且前无古人。王爷为何突然问起？和与董海川总过不去。哼，董海川，我是一定不会放过你的。玉燕，回去吧，走。啊，道长，后会有期。王爷多保重。师父，你要多多保重身体，有时间我一定会回来陪您的。小燕，你要多保重。嗯，你和王爷先走一步，海川随后就来。嗯。
请，请，请。燕子，我们走。海川，这个是本门的祖传，今日我就送给你作为纪念。啊，谢谢师父。还有这本易卦宝典，为师也传给你了。谢谢，谢谢师父。如今你已功业圆满，下山以后你要拜祀易卦，集各家所长融汇于易炉，到适当的时候你设馆讲学，广收门徒，传授武艺。你要记住，青出于蓝胜于蓝，病出于水而寒于水，艺高无止境，心高艺更高。海川，你一定要有所继承，有所发展创新，争取成为武林师表，一代全族。弟子铭记在心，终身不忘。请珍重。师父珍重。这本人给我做压寨夫人。董大侠，今天真叫本王好，本人大开眼界啊，明白什么叫真正的武功，什么是出神入化。来，我来敬董大侠一杯。请。来来来来来，请请。四王石老板，我毕竟是晚辈，还是叫我海川好了。好，哎，坐坐坐。好。哎呀，各位，本人非常欣赏海川的武功还有人品，今天我想跟海川结为异姓兄弟，不知道海川是否愿意啊？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别说了，你们想结为兄弟？是啊是啊。你们结为兄弟，把我往哪摆？论家门，您是我父亲；论师门，你是我师弟。你们这么一来，岂不是把关系都搞乱了吗？玉燕所说也不无道理啊。那就收为干儿子嘛。对啊，就收为干儿子吧。也不行，收了他吧。最多呀，认个叔叔。认叔叔？怎么，我爹给你当叔叔还委屈你了？快拜见叔父吧。是啊，快拜吧。快拜见吧。说起叔叔，海川，你的亲叔叔是董宪周吧？石老板，你认识我叔叔？老朋友了。海川，
你不正是这文安县人吗？正是。你叔叔董献周曾经让王教头转告给我一封信，信里说到你冤屈的往事，我还为了这件事而奔走过，让刑部撤销对你的通缉。史老板对我如此大恩，我竟全然不知，我自罚一杯，当谢罪了。几位客官，打扰一下，请问谁是董海川？我是，有什么事？楼下有人找你，他说有急事。石老板，你们先聊，我去去就来。客官，你们绑在客栈柴房的那个强盗啊，大喊大叫的，弄得整个客栈都不安宁，还是赶快去报官吧，麻烦麻烦呐。对不起啊，一忙就把这件事情给忘了啊，我马上把他送到县衙去，走吧。哎，什么？你不便抓他？哎呦，哎，罗管家，您的吩咐呢，本不该违抗，但是我确实有刑部的公文呐。喏，那董海川的通缉令早就已经撤销了呀。撤销了啊？大人，我也有刑部的公文哦。大人，你那个公文在先，我这个公文在后，你说该执行哪一个呢？这按道理应该……当然是执行我这个啊。当初要撤销是正确的，现在要抓更是正确的，你说对不对啊？啊，对对对对对。还有啊，我家胡大人在朝廷是吏部尚书，专管你们的定代花翎，你敢和胡大人？哎呦呦，不敢不敢不敢。看清楚了啊，上面写的是擒获反贼董海川，立刻就地正法。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派人去抓呀？董海川现在正在昌隆酒楼啊。好，马上就抓。来人。禀老爷，外面来了个人，自称董海川，说是擒了铜锣山的匪首金毛吼，特地押送来归案的。嘿嘿，刚说要抓他，他自己就来了。来得好。来得好。嗯，大人，我看这样。哦，好，有请董壮士。是。哎，大人啊，我也先回避一下。好好，你请你请。草民董海川侥幸擒得铜锣山匪首，特押来归案。大人，匪首现在已经押在门外了。董壮士，请坐请坐。不敢不敢。这伙悍匪作恶多端，人人切齿痛恨，早就是本县的一块心病了。今天蒙董壮士擒获，感激万分呢。待本官报请上司，一定重重的奖赏。谢谢大人，奖赏就不必了，我看您还是早早将他收监为好啊。好啊好，把匪首打入死囚牢，一定严惩不贷。不过悍匪凶残，我那些衙役可能降他不住啊，还有劳董壮士把他送进牢房如何？好吧。开门。快点快点。
哎，你们两个把他们两个都带进去。是。干什么？我走。你们干什么？哈哈哈哈哈！东海川，还认识我吗？罗管家，你怎么来了？哈哈哈哈哈！来收拾你呀、啊！十几年了，你也该为我们公子偿命了。听着，严加看管，谨防越狱，知道吗？你们这帮无耻鼠辈！石老板，大事不好了。什么事？慢慢说。东海川昨天被贺知县给抓起来了，今天就要问斩。嗯，今天就要问斩？什么罪名？杀人谋反。这完全莫须有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爹爹，怎么办啊？我带几个人去劫法场。让我想想。想，再想人头就落地了。我带几个大内高手，还怕劫不了一个文安县的小小法场吗？大人，时辰已到。查，罪犯董海川，谋反朝廷之罪确凿。董范海川聚众闹事，扰乱朝廷之安，百姓之乐，特发此通令，将罪犯董海川就地正法。斩！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文安县令贺知县多年来一贯贪赃枉法，徇私舞弊，今又罗织罪名，陷害良民，草菅人命，罪不容赦，着革职丢监候审。董海川当场释放，钦此。皇上万岁！Oh, it is wrestling, sir. Let's have a look. They are playing soca kung fu there. You must beat them out of business, like this. Okay. Kung fu. Shall we play with them? All right, let's go. Yeah, come on. Yeah. Mix. 你这三脚猫功夫，敢跟我们大力士比比吗？你们说能行不能行啊？能行不能行？打他！打他！打他！必死！打他！打他！打他！小弟只是初来江湖，开场献艺，讨口饭吃。如有得罪之处，请多多包涵。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Beat him! Beat him! Yeah!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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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敢在大清撒野。 You are very beautiful. Bet you marry me, huh? 我家杨大人说了让你嫁给他，赶紧答应他呀。去死吧。 OK, marry me. 沙英雄，你知道本王叫你前来的意思吗？回王爷，在下知道。好，本王不管你用何等手段，一定要替我除掉这个东海川，以去掉我这个眼中钉。王爷，本人与东海川同是武林中人，我会尽我所能，用毕生所学与东海川分个高下。沙英雄，我相信你一定能够助我一臂之力。王爷请放心。那就有劳沙英雄了。谢谢王爷。诸位，首先感谢大家光临，前来参加本王特意举办的比武会友大会。通过这个大会，与天下武林人士进一步增强友谊。下面由本王府的护院总管沙回正为大家演武助兴，一博一笑。谢王爷。各位，在下沙回正和我的夫人今日以武会友，请不吝赐教。我来试试。让我来领教领教。我也试试。这四王爷，你的高手是不是也该下场露两手啊？好啊，你也该露两手了吧？是，王爷。董大师，请。
回正。承让。四王爷。哦。你让本王大开眼界啊。这位大师的功夫实在是太神了。本王佩服。怎么了小王爷，莫非你认识他？四王爷，本王有个不情之请，不知当讲不当讲？王爷请讲。可否请四王爷忍痛割爱？本王想请董海川到本王府任护院总管。这不太好吧？那沙总管呢？沙总管，本王另有安排。还是不太好吧？这样吧，四王爷，本王送你一颗稀世夜明珠。本王尚武几十载，从未见过此番武艺。敢问董大师，此种拳术叫什么拳术啊？回王爷，此乃本人在师长的指点之下，依据易经之中的义理为权理，运用阴阳五行八卦到拳术之中，按义理卦形自己创编的八卦掌，让王爷您见笑了。八卦掌，恕本王孤陋寡闻，此八卦掌乃出自何门何派啊？回王爷，我几位师父都是武当派的，应该属于武当内家拳。好，本王现在宣布，从今日起特聘董海川大师为本王府新任护院总管总教习。阿玛，阿玛，你怎么叫那个董海川住进府里来了？这有什么不妥吗？你知道的，我跟他打过架，还打过好几架呢。哎，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嘛。我就让你赶走他嘛。哎呀，紫云呐，别耍小孩子脾气了。阿玛就想让你接近他。阿玛，你还要我多接近他呀？紫云，你阿玛我一生爱财如命，求贤若渴，你要是能把他收到阿玛的麾下，你可就是帮了阿玛的大忙了。可我怎么接近他呀？我一个女儿家多不好意思啊。你就说你崇拜他的武功，找他切磋武艺，这不都是光明正大的理由吗？这样就可以收拢他了？不自信？难道我女儿连这一点魅力都没有吗？阿玛，你这是要用美人计啊？什么美人计？手段而已。总之，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只要能把他收服在我的麾下，那就是目的。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就是我叫他来王府的目的。那要是收服不了呢？那就毁了他。我得不到的东西别人也休想得到。阿玛，这也太狠了一点吧。好了，就这么办吧，听话。哦。
海川。海川，一个人在喝闷酒啊，有心事吗？我阿玛说了，咱们都是梁山好汉，不打不相识，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咱不往心里去。呀，好漂亮的玉佩啊，好像和我这块玉佩有点像。不像。对了，海川，我阿玛留你在王府效力，你好像不怎么乐意啊。你阿玛萧王爷和四王爷都是朝廷的王爷，帮谁不是帮啊。可我阿玛爱财如命，求贤若渴啊。天下的财多的是，我算什么财？沙总管的枪法真是练得出神入化，令海川大开眼界呀。董兄，我这只是雕虫小技而已，算不上什么功夫。哼，难怪四王爷那么看得起你。沙总管，您太过奖了。不知董兄能否再给次机会，让我好好讨教讨教。客气客气，那我就不打扰沙总管了，告辞。回正，看来董海川是故意过来偷看你的，你要小心点，不要露出蛛丝马迹。夫人放心，我会让董海川动手的。生路吧。哥哥，你知不知道你现在练习的是哪个门派的掌法呀？此乃阴阳八盘掌。你难道是碧空师叔的徒弟？嗯。我们能不能打个商量？我向你学习阴阳八盘掌。你想学阴阳八盘掌？没错。你为什么要学阴阳八盘掌啊？那就不瞒格格了，我以前学过金刚功，大师说过，要是再学了阴阳八盘掌，那就能刚柔相济，威力无穷啊。你的威力无穷了，我还怎么打得过你啊？不教。你只要肯教，什么条件我们都可以商量啊。这可是你说的，那我要你把那块白玉佩送给我，我就教你。那可不行。哼，一点诚意都没有。啊，师傅，你怎么来了？怎么，我不能来吗？我是说你怎么进来的？区区一个王府，
能挡得住我？我来就我一件事，你告诉那董海川，他不是要学阴阳八盘掌吗？让他尽管来找我。你要教他阴阳八盘掌？明天你让他带上易卦到西山来找我。师父，他来了。我听到了，易卦带了吗？没有。没有？没有师父的吩咐，不敢给你。易卦乃我武当至宝，你凭什么得到它？那去问我师父。你师父偏心，既没带易卦，你来干什么？向您学习阴阳八盘掌啊。做白日梦，想做一代宗师，痴心妄想。师父，人家步步紧逼，招招致命，你为何不奋力还手？师父，他毕竟是师叔长辈啊，我怎么能打伤他呢？你听见没有，晚辈尚且有如此境界，不像你这个长辈动手啊。碧云，你这是欺人太甚，今天我就要跟你做个了断。既然你执迷不悟，今天我就清理门户，休怪我手下无情。生执迷不悟才有这样的下场，不过你不必担心，我会送你到碧云观奉养终身，你们两个送师叔下山。师父，紫云，你过来，你不要难过，你师父武艺高强，但他危害天下，心魔未除，今天我这样做都是逼不得已才出此下策。在很多年前，我有个俗家师弟白仁杰，他本来有一对活泼可爱的孙女，碧空以为易卦在我师弟手里，就以抢走孙女为要挟，我师弟当然拿不出来了，最后他们两人就大打一场，结果大姐就被碧空抢走，白师弟拼死救下小妹，可惜两个娃娃的父母，也就是我白师弟的儿子和媳妇，都被碧空杀害，白师弟后来为躲避，碧空再次追杀，
黑桃到海川的家乡文安县落脚。这两个姐妹身上各有一块玉佩，有青玉玉佩者为青莲妹，有白玉玉佩者为雪莲妹。这个就是你的身世。雪莲，我是青莲。李空将你抱养给萧王爷，才有了今天的紫云格格。其实萧王爷待你不薄，对你视如己出，不过他这个人野心太大了，暗中招兵买马，蓄养武士，准备篡夺皇位，所以千方百计想收服你。你们两个都是我武当的传人，记住，好自为之。谢谢师父。海川，我该怎么办？我相信你会处理好的，你多保重。海川，其实阴阳八盘掌我可以交给你。洋人怎么说？洋人说，只要王爷夺得江山之后，能照顾到各国列强在中国的生意，他们将调来国内顶尖的武士，将一干武林豪强赶尽杀绝。好，就按你说的办。你告诉洋人，就说本王一定会知恩图报的。是。王爷圣旨！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安静一下！我这就叫董海春出来。静一下，静一下。先听这位说完。大家听我说，我已经叫人去找董海春了，相信大家一会儿就能见到董爷。大家稍安勿躁。江南出来！静下！快让董海川出来！今天我要是见不到他，我今天就不走了。我们安静一下，安静一下。好好，大家不要叫了，我马上去通知董海川。董爷，董爷。小六，怎么了？外面这么吵，有什么事？外面来了很多人，说是要跟你拜师学艺。那都是些什么人？这些人可都是京城有名的武士，有程廷华、马维奇、史继栋、刘凤春等。好啊，我正要结识这些好汉。董爷，另外还来了位好汉，口口声声说要见你，还要跟你比个高低。谁呀？这个人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铁镯子尹福。各位，关于我董海川的八卦掌神话只是一个传说，那些只是雕虫小技而已。董海川，如今京城里到处传颂你的八卦掌神话，今天我倒要领教一番。好好我若输你，我拜你为师；我若赢你，你董海川拜我为师。请。请。
师父在上，受弟子尹福一拜。尹福兄弟，快快起来说话。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您若不收我为徒，我就跪在这儿不起来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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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何况我们有约在先，众人都是见证啊。董大师，请收他为徒。对，收他为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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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他吧。好，我就收下这个弟子了。起来吧。好。多谢师父。各位，今日我就暂时先收下尹福作为我的大弟子，至于各位拜门学艺的事，我也一定会满足各位。只是王府之内传艺多有不便，不过昨日我已得王爷恩准，答应我辞官开馆授徒，开设八卦门武馆，到时我们就可以多多交流武学心得了。今后八卦掌的发扬光大就靠你们了。好，好，好，看看吧，挑战书。这个洋人专门组织了一个什么全球武士团，扬言要挑战我中华功夫，横扫我中华武林，其狼子野心昭然毕现。众位爱卿，该怎么办呢？请皇上放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我大清朝武术博大精深，武林能人辈出，定能挫败洋人，扬我大清神威。襄王爷说的极是，洋人武士不足为惧，皮肤汉术而已。可是皇上，洋人此番必是有备而来，故请皇上广发诏书，遍告天下，网罗人才，认真应对才是。那好，你们就斟酌着去办吧。比武之时，朕将亲临现场，以壮声威，定不负盛意。倘若有失，朕的面子事小，大清威仪事大。速速去办吧。这这。各位，华阳国际功夫大赛现在开始。好，好，下面有请选手上场。开始吧。我就说的不行。
还有没有愿意上来挑战的？This guy is better than others, okay? You must be quick. Don't let him win.谢谢各位。希望各位弟子能将本门的八卦掌好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弟子谨遵师父教诲。东海川因看到官场上的争权夺利，甘愿淡泊名利，因此毅然辞官而去，
离开萧王府，他把一生的精力放在武艺方面，专注习武授徒，把八卦掌的精神传遍天下，从而把中国崇高的武学发扬光大。在玩消费，你这 KFC 该多紧张啊！这没，这没。哎，老板，老板，阿秋啊，你得练，错啊，我没，我能吗？可以。Chào các bạn, mình vừa ăn xong rồi. Mình vừa mới ăn xong. Và bây giờ tranh công cuộc đi lên nhà. Thật sự là oải vãi đi luôn. Bây giờ là 12 giờ, không biết sảnh đã đóng cửa chưa. Để đi tầng hầm, tốt nhất là mình cứ đi tầng hầm luôn. Cảnh quan khu của mình. Khi mà màn đêm buông xuống, kêu dịp lợp lâm pa pam pa pam pa pam. Nóng như này tối nay mình ngủ điều hòa vậy. Mấy hôm mát ngủ bình thường được, hôm nay nóng như này. Hôm qua đã nóng lắm rồi, quá nóng lắm rồi, mình ngủ bình thường. Sáng 5:30 thức dậy, quạt luôn rồi. Trời này, một không khí lạnh. Let you see love, lam pa pam pa pam pa pam. Cả khoảng quán đây đều đấy đóng cửa hết rồi. Cái hàng quán bên kia là hàng quán thức khuya nhất là mình còn biết. Thức khuya dậy sớm, 12 giờ ngủ, 4 giờ sáng đã dậy rồi. What the hell? Rồi, bạn đi xuống hầm và đi lên. Càng đông. Hôm trước này có một cái thay đổi rất hay, đó là ở trên nóng thì hầm xe sẽ rất lạnh, cực lạnh. Ở trên lạnh thì hầm xe sẽ rất là ấm. Thay đổi muộn hơn 2-3 ngày. Hầm xe nóng mãi chưa, nóng đầu đi. Cái gì nó có hiệu quả. Đi đường chung cư gì họ sẽ đóng cửa sảnh chính. Bình thường thì chung cư hay đóng cửa sảnh chính để chung cư hay đóng cửa sảnh đường hầm thôi, để dễ quản lý, để quản lý an ninh ấy. Tại vì ra vào hai đường rất là khó khăn. Ô, ở đây có cái quạt. Fuck. Mát. Các bạn thấy ở trên này đang có cái quạt nhìn tóc mình bay này.
你等我一会儿，我先挂了。